这天赋带错了。谢谢蓝莲汉的飞机儿，别送飞机儿了，不要飞机儿，要办卡，送办卡，送办卡。打个变形出来。拉扯他一手，肥皂收一下，没错，他比看上去还要重。上来抠啊，好像可以了。还有传送，那有传送就传呗，那还不能让，那还让他不传了，传呗。他传送他技能不要吸地呀，他不也得要吸地吗？我差点钱怎么办？我得来个皮海呀！拉扯他不能没有皮海啊！哎呀，这把这小炮没带不灭，我下把想再来一把。天赋不对，玩的不得劲儿。谢谢孙悟空喜欢耍黄瓜，我看看啊，还有五分钟开奖。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这轮，谢谢旧念。撇肥皂，抽一下。First blood。哎呀，太慢了！你们不带不灭打的可不好打了。他 W 都没用，我就没血了。哎呦我靠！哎呦呦呦！我的天哪！犯病了呀，兄弟！谢谢八厘米冠军，感谢宁缺有爱。我现在要是带不灭，我还这波线还能吃。把弱点换一下。撇肥皂，上墙，抠一下。撇肥皂，抽一下，吃个小药。他药比我多，你知道吧？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撇肥皂。肥皂挡，哎呦，我这炮车不能不吃啊。好，我们有那啥了，有饼干了。撇肥皂，你来给我砍死他，
漂亮。哎呦我这剑圣，这剑圣是我爹，这剑圣来的太是时候了。真太是时候了。嗯，他要吃兵。嘿，啊别，我赢了！还追呀？铁肥皂，致命点烟。要害追，这就是不应该了啊！我之前回到这里说了什么？他都没坑，他追啥呀？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！蓝枪是中单啊。原来蓝枪是中单，你给我干他，你快点杀他。喝了，让龙给喷死了。为什么我们都这么顺了，这把巨猿还这么的不顺呢？哎，我要是不灭的就好了，我要天赋没带错的话还行。关键我天赋带错了，你知道吗？盾牌没撇出来，上墙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传送啊，好像没有。小炮这种英雄不能出三项，他出不了三项，他出三项吧太脆了。有没有屎吃，吃口屎。没有死算了，来吧剑圣，给你拿个人头。撇肥皂，来，哦，这兄弟们，这我可帮不了了。但我觉得这一波好像我们略微是有点小亏啊，杀了一个根本没有用的人，把我们给害死了，不应该呀。出双斧不行，得出日炎呐。我寻他们家没别人了呢，刚才那后边那老母驹跟那蓝枪跑过来打蟹来了，我寻没有人了呢，谁高的莱克了？小炮不对，波比高的莱克了，好帅。看上去
这把没了，你不用着急。虽然说我们不是什么正经小炮，你为啥不回家呀？啊，你因为啥不回家呀？早点把他上塔拆了就可以了。哎，老母狙可以长速击杀，跟我来福爷哥，你打吧。上墙老母狙起立，可以给我杀蓝枪，漂亮。上墙老弟，别死了行不行？赶紧把上塔拆了。福爷哥也起来了啊！剑圣一会儿也起来的话，那小炮就没有什么用了。到底是小炮还是波比？你真德玛西亚！要我说，你们先别打，真的。你好不容易打回来一波。好不容易打回来一波，这小子是真送啊！我一看，再见。那剑尖那个 Q 技能，这老母狙我好像打不过他，不过我有福爷哥。那剑尖的那个 Q 我有点打不住，哎，反应不行，反应太慢了。我知道他要用 Q， 但就即使我知道，我也反应也慢。
下路挺能拆呀。下路波比上高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小炮也要上高地了，你干哈呢？没事，我们先杀这小进去，这蓝枪打我不怎么掉血。哎呦呦呦呦，老母鸡！你给我上墙，快来剑圣！快快快，抠兵抠兵，我给你扛一手！快跑！快跑！剑姬来杀人来了，快跑！我差100块钱，玩假了。这把杀了9个人，为什么装备感觉这么刺呢？还是没出，没带不灭，带不灭就感觉就不刺了。完了，波比杀疯了，快跑！哎呦我操，这一下子！来个人吧，啊，这拦不住了这。起飞！那他可跑不了了，往哪走？哎，上墙！哎呀，我的人头，给剑圣其实好一点。打呗，可以打，我马上到，你们打吧，他们家那老母鸡都不来了。谢谢，再也不打游戏了。剑圣也嘎达 like 了，那就好打了。要我一个人嘎达 like 吧。不好打，剑圣也得会玩。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哎呀，别别啊！这波比跳的挺远呢。没有1000，我就850。我们是劣势者，胡爷哥先上啊！那剑圣咋不开大呢？啊，那剑圣咋不开大招呢？没事，不行就杀锤石吧。
防御塔掉的有点多呀，再出一波中了，没打了。哎呀，这 W 摁错了。哎，我刚才 W 没摁出来，我摁成 R 了。要不然这小炮杀不了这么多人。摁错了，这波摁错的有点致命了。这样的剑劲儿都能赢，他还没赢呢。不要着急，他还没赢呢。这有啥好怕的呀？啊？你很害怕吗？不就剩个老母狙了吗？剩个老母狙，剩个蓝枪，致命节奏老母狙。我有那啥，没事，上墙。回家吧，出个巨酒吧。巨酒出完，我们再来个大冰心儿就可以了。对，你红得给剑圣，来波小龙团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也团不过呀。啊，这也团不过呀，这怎么整？剑圣十二级，没事，让他俩推吧。小龙我们得要啊，你不能说是龙又没了，基地又爆炸了，那肯定是不行，给我杀了。那剑圣咋不开 E 呢？来，把这小波比杀了。你别上，别死。给我起立！他也不是很厉害嘛，我过了他两下就死了，我寻思多狠呢！1700，差500块钱，把蓝打了吧，我蓝有点不够用。哎，烦死了，真能偷啊。我英雄，我今天必须撇你个肥皂啊。
有点吓人，我说实话这波我不太敢带了。有的时候我只要把最后这一个炮车给他拿掉啊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小炮，剑圣，小心剑圣给我坚持住，漂亮，剑圣给我杀老母君，剑圣给我追，剑圣 Q家不要了，我追，就他一个了，给我追，死了。我给你减速，没事儿，必死。我就不信一个武术还得锤死，咱们还能给他跑了。这也太笨逼了，我操，他武术还，我都给他减到速度了，他都跑了还能给他，我服了。真是笨逼。说啥路有点难啊。不过上路快复活了，还行。别出去啊！别往出出啊！现在千万别往出出。插眼儿。差点眼儿来，小龙给了没关系，给也没事。那第三条龙还差点眼儿对。剑尖打我好疼啊，哎，这蓝枪打我也好疼啊，有点扛不住了。换个三项不行，换三项更扛不住。他们家破甲起来了，那蓝枪也杀死六个。剑圣装备不行，他才三件，他现在要是四件半还行。首先上路吧，
扛不住了。下把咱们再来一把小号，这把天赋不太对劲，这扛不住了，往后面拿。再来把小炮，